主料，带子5个，粉丝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瓣、生抽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好所需食材、粉丝、袋子、蒜瓣，把袋子的壳掰开，用刀子把肉在壳上撬下来，把肉和壳都清洗干净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，把清洗干净的袋子肉放入奶内，加入少许料酒腌制一下，蒜瓣剁碎成蒜蓉，在锅内炒香，加入少许生抽，炒好后盛出，粉丝泡软备用。在袋子壳上面先摆一块袋子肉，再摆上粉丝，最后在上面撒一层蒜蓉。蒸锅烧开水后，把袋子粉丝带入蒸8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，要把袋子肉在壳上取消，仔细清洗，因为里面很脏，用流动的水冲。二，炒蒜米的时候，喜欢味道重点的，可以再加入少许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